准备好晒，好啦，一出闸嘅时候，哎呀，第六感都系最后晚晚嗰只啊，咁啊好啦，前边啊上英啊首先唱咗出嚟，咁啊海洋之星啊暂时守住喺第二，咁啊然之后咧喜威啊如诗如画，爱当啊联安之宝亦都涌埋上嚟，大满爱神之歌而家大约响第六七位度啊，咁啊再后边呢啲先系见到金福将啦，咁啊好有福啦，拍埋一对噶啦，咁啊珍珠鸿运响爱当，世界精品再爱当啲，尾二位置咧就金威孖宝，金威德宝啊，咁啊包晒落尾第六感啊，开始咧就啱啱经过咗咧就前面去到千四米段处，去到对面啦，咁啊1200米呢边啦，咁啊海洋之星咧仲系之前占先两个买到啊，咁啊联安之宝而家暂时守住喺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啊上英，第四位咧咁啊见到如诗如画，咁啊一对马拍住就喜威啊同埋珍珠鸿运啊，咁啊再之后世界精品喺外边已经加速噶啦，跟住再见到咧金福将同埋好有福一对马依然都系拍住嘅，尾二位置咧就金威德宝包尾第六感，咁啊暂时去到最后800米段处啦，咁啊海洋之星仲系之前放喺前边大约个零马位到啊，咁啊然之後聯安之寶咧，呢、這個就仲係 set 住喺第二位啊！但係出邊有隻馬唔等啦，世界精品開始湧緊上嚟噶，仲有隻大熱門愛神之歌攝住世界精品個位咧。咁啊，世界精品走咗出外檔，反而攝住內欄嘅上英咧，慳住位上，跟住就珍珠鴻運啊，稍為追翻前少少嘅後邊咧，先係如詩如畫啊，喜威有一扎啦，跟住先係見到好有福，跟住飛出外檔金威德寶啊，咁啊再尾二位置咧，先係金馬金福將包曬落尾啊，第六感噶，轉翻就直路路，哇！海洋之星啦，呢次掟得咗啊嘛，而家見到咧就陳卓峰咧騎兩步。弹离晒啊！再后边咧，先系见到联安之宝啦，咁啊斗紧咗只爱神之区，爱神之区外档都仲有几只马冚啊！世界精品啊，珍珠鸿运啊，一闸马涌出嚟，咁啊仲有只金福将啊！呢、这个时候咧，咁啊海洋之星啊，掟得晒赢马，第二名咧就好有福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拍住金福将一齐冲上嚟，咁啊分别跑第二、第三啊！